戴奥，我是 uncle， 旁边这位兄弟呢遇到点事情，我们听他怎么说。来了，快请吧。就我女朋友，她最近她跟我说她要做人体模特啊。然后人体模特怎么了？就我调查一下，我在网上也查资料，问了朋友啊，我觉得人体模特这个东西就特别不靠谱啊。因为平时我怎么就不靠谱了、嗯、因为我调查发现有的人就是女性做人体模特，就是摄像师给她画她的肖像嘛啊，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东西，所以我现在特别担心这个啊。那这个我觉得做模特没问题，他也不一定那个怎么，那有什么表现吗？你就觉得他一定会人家发生什么？这个还是看人的。因为我跟他平时上街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物质的女孩子。他跟我说他想要名牌，要包包。然后我知道我现在家庭情况满足不了他什么，但我会通过我的努力去给他他想要的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怀疑他有可能爱慕虚荣，为了钱就做更过分的事情？那你希望我们干什么呢？我希望你们伪装成一个。啊，我懂了，就是你希望我们去把他叫出来，我说我要画他或怎么样。看看他是不是会干过分的事情，对他能不能做出一个什么超越我尺度的事情？超越了怎么办呢？分手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。这种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好结果。如果他是这样的人，我跟他在一起没有什么意义。他是通过什么地方接这样的活的？一般是在群里或者是朋友介绍。他的群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把那群号发给我，加进去，我在里面发活。如果他接了，那我就把他调出来。行，好吧。好。人生的道路，跌倒过，迷惘过，痛苦过，那又怎样？这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人生。把背影留给那些质疑的人，我们终将证明。开始啊！啊，你把那鞋脱了上床上嘛。我现在就是拍一个性感的美女在家里，就是，哎，就是那个在家里很迫切的等老公来的一个画面，是吧？就你趴在床上，啊、嗯，对对，趴着趴着，嗯嗯，趴趴着，就说是腿跪在那，然后那样子趴着，嗯，对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对，朝我这边，这样，对对，嗯对。我那个刚才太胖了。你用这个吗？对啊。嗯。嗯，我这个。你们这也太专业了吧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那个画家非要用画板他画的画或怎么样，这个呢都是装逼型的。啊，是。只要你按我们谈好的价格，对吧？你用什么还不算什么。真的高手都是。啊，不在乎有什么，不在乎有什么尺寸啊，画美了就行，对吧？那你们要动作要维持标准，对吧？对，要标准。OK， 我要准备先画了啊。嗯，来，先画。哎，我把这个衣服这样子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你那个就是那鞋你脱吧脱吧，嗯。就是这个的话是要加钱的。加钱。对吧？我加钱就算了，这样画就行，就这样也挺性感的。对对，就小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就行了，就这样这样。那我这个，好点，嗯，加钱没问题啊，对，回头给你加点嘛，你维持动作不要动。那我把这个，嗯，往上一点。可以啊，可以。那你什么？你先把屁股露出来。啊，可以啊，你露吧。你这怎么老在跟我提钱？我就想画一个性感女，一个女孩，就是结婚以后趴在床上，很渴望老公赶紧过来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这种能把这种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，也可以，对吧？你非得要脱光，脱光了就叫是性艺术，就是美了，那不必要这样的，对吧？那我就问一下，我顺便就想问一下，我好奇了，是不是给钱就可以啊？就是那你能接受最多脱到什么程度啊？只要你愿意付钱，对吧？像你们追求艺术，让我脱光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脱光？可以啊。那我脱光要求你像那个岛国的动作片、爱情动作片那种摆这种姿势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。这也可以啊。那既然是有钱都可以，那我想做点其他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看你家庭情况。
那她这不成小姐了，用干啥都行啊？啊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哎呀，就是赚点钱吧。我想问你，你男朋友知道你干这事儿吗？男朋友知道你干这事儿啊？出来画这个各种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啊。知道还愿意干？画画吗？你这个也怎么？是大学生吗？啊？对啊。大学生现在这么缺钱，缺钱到这种份上，赚这些钱来干嘛？你赚着吧，你赚这么多干嘛？我换成钱了以后，我多给你钱，赚那么多钱干嘛？想买部手机，不会啊。还有呢？手机也要不？我什么都想买，不会啊。你非要跟人家攀比？我非要跟人家攀比吗？啊？不是攀比，我需要嘛。我真的很需要。这虚荣心啊，是日子还踏踏实实过来的实在，对吧？在大学里好好上学，把学习搞好，对才能长久啊！光靠色相一辈子能走多远？你刚才问那么多是什么意思？好好好，行，我化妆师吧，来，化妆动作趴着，站在那个性感的，对，屁股翘着一点，对，趴着一点，来，我给你画，对，来，我画好了，来，你快吧，来。你画什么啊？不要不要不要这样，你大声。要不要画画呀？不是说钱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技术无所谓嘛？来，你把这念一遍，我给你多给钱。来，大声念一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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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一遍。你想干嘛？没钱给你玩。念一下嘛，给你钱。给我多少钱？随便你要多少给我，念一遍。你先把钱拿出来啊！你念吧，念，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真的。你干什么的？你干什么的？你念一下嘛，念一遍，快，来，大声念，念呢。你就是一坨屎。不对，你要说了，快念。我就是一坨屎。对，说太对了，你就是一坨屎，知道不？为什么是啊？哎，你男朋友知道你干什么？知道，让你管。知道。管那么多干嘛？知道是吧？来来来，什么人啊？进来进来。你认识我吗？嗯。啊？来啊！他妈要钱，我一步不来不行吗？你之前跟我说你做别的衣服，我不相信。嗯。难道只有你不相信吗？对，你知道他干这事吗？不知道。不是我出来赚点钱有错吗？你干嘛拖？你拖？啊？赚钱？赚钱通过这种方式的吗？哎，我让你念去脱屎念念，啊，对吧？给你啥也干，上床你也干，你不说男人可以接受吗？你接受吗？啊，不，我不想看你，听到没有？这样，当你男朋友面，来、哎、要钱是吧？来，当你男朋友面，念啊，快念，说我是再念，我是一坨屎，我是个鸡，念，念啊，怎么念啊？念啊！算算算算算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能见过这种样子。不要你这个虚荣、浮躁，啊，赚钱也要通过正当的方式才能够长久。哪有你这样的？谁能就这样子？他今天没打你，我跟你讲。太好，算给你面子。对了，来，钱给你，不要钱了，钱给你，啊、我们走。自己想一想，好自为之吧。刚刚我上就看见了，你这什么骚样子？你要钱，你要。你今天我跟你讲一下啊，我们其实是一个节目组的，是吧？看着，看到没有？那有个摄像头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还有，对，这边有一个摄像头，全部都录下来了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不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人家明白，没有男人能够接受自己的女朋友拜金到一切都不在乎，没有人能接受这样的事情。知道了吗？我可以，我替你考虑。嗯，打着马 ，OK， 怎么样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大哥，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了，行不行？啊，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做，是吧？没有人会赞赏这种行为，好吧？你当做算是，做好了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啊，反正我们只是为了让大家都知道，没事，我们会让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，自己也好好反省一下，一辈子很长。不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好吧？钱给你，自己好想想吧。你走，行吗？王，你怎么还不去工作？哎呀，很热，很热。在玩啥呢？
哎呀，我在文农村包夜嘛。我在文农村包夜，你看。我操！你怎么突然跟我说的？我怎么赶紧拿出手机跟我们一起玩？小伙伴，快来文农村包夜，我们在这里等你，一起来征战沙场，打天下。小伙伴们进入张安孔公众号之后，点击右下角游戏，选择第一个链接扣哥龙城霸业，进去就能玩了哦，大家一起来玩吧。钱到了的话，你们谈了两三年的时间，你们难道你们每次出去做这是正常对吗？你再跟我说你们什么都没做过。这么多钱啊，真的假的？你看看来住他，来住他，哎，放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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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